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。死亡公路这个词小伙伴们都不陌生，当然不是指动漫电影中的那些，而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。目前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死亡公路，一条位于玻利维亚，至今已经是无数老司机的最终归宿了，而另一条则位于印度，连常年长在上面开巴士的司机走起来都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，毕竟一个不小心就会翻车坠崖，再猛的人走上去也得先怂三分。遇到下雨天更是像极了噩梦里的场景，塌方随处可见。但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在贵州也有这么一条死亡公路，就是经验再老道的司机开车走在这条公路上都免不了心里打鼓，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交代了。匆匆画面中可以看出，这条山路完全修建在山腰上，底下就是万丈深渊，整条公路沿着山壁蜿蜒曲折，而且一侧完全没有护栏，这条公路俨然成了许多当地司机的噩梦。当然这还不算完，最要命的是整条公路下来最宽的地方不超过3米，单辆车在上面行驶都很容易发生事故，实在无法想象要是两车相遇会变成什么情景。当然也有不少网友表示实际上没有那么吓人，有些路段还是做了防护措施的，而且开在路上的时候只要认真看路，不东张西望，就跟平时走山路没啥区别。这个嘛，就要问问走过这条路的司机是怎么想的了，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？好了，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转发评论点赞哦。